的来自于我们台北中心生代所组成的团体，也是我们台湾霹雳舞奥运积分赛的参赛军之一，拥有国内外丰富的比赛以及表演经验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在这里非常荣幸的为你们介绍我们接下来的职业舞团 ，Central Breaker。
急着退下去吧。有没有听到我们现场的欢呼声？大家多爱你们了，再给我们的分球会给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哇，直接就变你们的主场了，你看看啊，来，也是要告诉我再往前站过，再往前站一点，对。我以为我介绍是职业舞团，没想到我介绍的竟然是一组接近我们国家代表队的团体啊，真的是有够夸张的，你们这些人，对。看的同时还在那边给我秀一下，在那边变魔术的概念啊！当然值得一提的是，没错，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名字一直不断重复的被提到，这位我们留到最后来做介绍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先从我们其他的学长们先开始介绍起，好不好？对，学长们不要吃醋啊！对对，毕竟今天是20点啊，然后呢？我们傅雅也是20年的成员了啊，所以有这样欢呼声，难怪了，也趁现在这个机会，好好让大家认识你们一下。来，学长们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彭邦安，今年16岁，来自 Central Breaker。你真的只有16岁？真的？哦，哇 ，IG 也要不啊，也可以啊，来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Central Breaker 的晨晨。哎，请陈老师，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Central Breaker NTUB Boys 台霸地板街舞社第十届社长宇琛。哇，你开头太长了吧，学长。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Central Breaker B Boy Yoga AK 软筋怪范明。耶，热烈掌声，谢谢。真的是软筋怪啊！对，最多怪叫的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Central Breaker 还有天菜 B Boy Dio。哇，自称天菜就对了。哦，你在上班 ，OK， 来，请。你也想一张，不要了，好好跳舞啦，耶、yeah ！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Central Breaker 的 JY， 我来自 U 台北，台北市立大学。从中一批了。啊，我是 Central Breaker 的悠悠，以及修伤女士妹。如果身体有任何不舒服、酸痛啊、拉伤，都可以来找我处理。IG 跟踪修伤女士妹。修伤女士妹。很多老师都找他修伤，哪里不舒服，我爸爸妈妈坐在那边。全身酸痛的都可以找他。哦，原来是那种修复伤口，修伤 respect。哦，我想说真的修伤 respect。OK。哎，大家好，那如果有情伤可以找我。身体外伤找他，心理创伤找你就对了。哦，内外兼顾，你们这些人不务正业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Central Breaker Nice Bro Cool 冠萌。对，那介绍到富雅之前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是 Central Breaker， 然后我们的地方来自西门町三丘街舞学院。啊，如果要找我们，如果你喜欢跳 Breaking， 想要来找我们的话，可以在西门地下6号出口找我们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除了奥运班，然后还有跳开心的都可以欢迎来。啊，我右手边这一位呢，他去年就是全中运世界第3名。咏春热舞出了一个国手啊，你看看啊，来傅雅是，今天也是机会相当的难得啊，是，当然你也选择了加入商丘，然后呢也继续延续着你的舞蹈之路啊，其实这一段下来其实真的不容易，哦，包含我自己也主持那么多这个积分资格赛，那个比赛还真的是漏等的啊，但是你也经过了那样的压力，并且呢也取得了这么高的积分，几乎可以算是，不是几乎可以算是，他就是我们的国手啦。啊，对，只是因为青奥这个部分呢，今年因为疫情所以没有办成，但如果有的话，绝对是他去比的啊。所以也是要趁现在这个机会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呢？对，你要唱歌，我跳舞要优质的唱就行啊。哦，要也是可以啊，简单快速，要吗？讲话好啊，那请啊。就是20年只是一个高中一场很重要的活动，然后这样活动结束之后，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继续爱跳舞，耶、yeah ！明明都是一样的同学哦，讲话讲的跟他老师一样啊，大家加油一下啊！但的确啦，这样的技巧呢，真的老师说跟我们老师也不远啊，厉害的啊！好了，再给我们商丘学院的所有老师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！商丘。
是。